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。哇！哎呦，你们真是甜到出腻了，真是。两个人长得很像哎。对呀、啊。有夫妻脸。好可爱哦。这个就是一三一四，对，一三一四那个时间把所有媒体气疯，因为他们可能中午稿子就已经都出去了，然后下午一点来，关键字刚刚讲到那个 together。对。为什么用这个？Together， 好 ，Together， 它本身 T-O-G-E-T-H-E-R， 就是在一起嘛。嗯。那 Together 在一起一定要有两个人，对吧？就是两个人以上。那我就会玩这个字，就觉得 Together T W O 还蛮不错。后来发现要当男人的话，就是变成 To get her。对。啊。对，那就是 To get her， 然后 Together。我觉得其实还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，有很多谐音，对对，然后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，给大家一个惊喜这样。OK， 对于求婚这件事情，婷妮的看法跟你的看法说法好像不太一样。OK， 对，因为据说婷妮是觉得很有点随性的就求婚了， 但对你来说你是想很久的，因为你们是在玉山。爬完之后求婚，对，趁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，先要氧气筒。你已经答应我才给你吸氧气啊。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真的是戒指真的是考大概两年，已经两年前买了，就准备了。对。但是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就变成有一点点就是疫情啊爆了，然后这然后我们也忙太忙的时候，也找不出一个好的点，是可以好好的放松，然后好好的计划，而且没办法叫大家来或什么的。对，那我本来就没有要邀请太多人，或者就是根本就是要我们就是自己的空间的，因为本身自己的时间已经很少了，对，所以就是要求就是我们两个去类似旅行，然后给一个惊喜。那他的版本，他感受的版本应该是我知道他的，我也感受得到，因为我也是当事人。OK， 然后觉得就真的还蛮累的，对，真的还蛮累的。那你干嘛弄到自己？不是，那你干嘛不爬之前先求？爬之前求就可以开开心心两个手牵手一起爬玉山呢。对，但是好像求完了之后就没有必要爬的感觉。就是，我要庆祝，哎，哪有那个心情爬？赶快出去庆祝啊！对对对，也是也是呀。如果是我，就会拒绝爬玉山的邀约。那他们真的是天生一对，天生一对的。所以你没有担心他会拒绝？在玉山上，有一点担心，因为真的很累到极点了。然后又天开始慢慢的天黑了，然后其实紧张的气氛比要给惊喜的气氛还要更多，所以当时我内心就觉得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是要现在吗？好像不是时候。对，因为可能在 second thoughts。对，所以就会变成好，那就下山吧。但是下山之后没有一个美景可以拍。而且他在山顶被拒绝这件事情其实很危险呢。怎么？就是推下去。不是，而且下山的时候其实也很耗体力，如果是带着沉重的心情，其实很更重，对，更累。对，陈婷妮就不会拒绝他，因为为了他好好安全下山啊，他根本就是已经肯定婷妮会 say yes。因为毕竟两个人其实长跑蛮久的，是啊，对，基本上。OK， 好，这个求婚很可爱。